没动我的力量，遥控你的力量，说出我的花样，我有我的样，跟别人一样，实在才不像样，青春就要不一样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炎亚纶。2020年，青春就是要不一样。2月1日起，每周六晚，浙江卫视《天赐的声音》，我的新年会因你而精彩。